只要天地在，我们有天地是靠山，没有什么在怕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如果现在因为你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你只有分 30%， 明天又拿着菜刀又去找你的先生前夫，又捅一个未来的一出戏，又何必呢？你不如祝福他吧，算了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够是这样子的，顺你的心呢、啊、想得通啊，就是天堂或地狱、哦、所以还是、哦、那句话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是不是？修行人营造也要把它营造出来，这种感觉久而久之、哦、在好的频率中进行着你每天有意义的生活，你发现它所创造出来的意义与价值远远大过于你过去种种，那就好了，我们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要愿意耕耘，收获的可能性就很大。但是你要是真心的想通，不是现在我告诉你这样，你逼着自己哦，导致这么说，那我就这样想，没想通，压抑着，没用。你的心中的那个杂念呢、啊？那个频率的产生还是会坏你的大事，所以你要想得通，好，所以你想着想着想着想通就好了。有时候你要想一下，世间上穷人呢、啊，他不愿意自己穷，没有人愿意自己是穷困潦倒的，没有人。但是他为什么会穷？也许是他个人的人生际遇、人生观、人生的逻辑。但是毕竟那就是他的现实人生，所以他的那样的人生和我这会儿我还有一点的人生，那么我们先庆幸自己至少曾经还把握了一些事情，所以现在还有那一点，那有那一点就先珍惜吧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啊，这一切都是物质，对不对？世间上这一切的物质其实就是能量的幻化，如果这能量你没有守住，那这物质又不见了，你真的是招谁又惹谁了。想清楚我这里讲的这一句话，你就应该要赶快转念、哦、所以转念转念转念，你问我如何转念，就这么转念，你去比较比较，念不是那么好转，但是必须要转，但是要真的想通去转才有用，否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个烦恼上心头啊，很难熬。想通了，你就从此一劳永逸，不必再有这么难熬的时候，何乐而不为？是不是？而人嘛，结好缘，不要再去结恶缘。跟前夫也许就是缘分就在那儿，那就算了。但是你至少现在所创造的是要好缘。不要那恶缘中可能有什么样的不好的缘又继续产生，那就真的是偷鸡不着蚀把米。